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主办方是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下面我们就请乔丽华主席上台致辞，掌声欢迎。有请乔主席。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organizer for this event, President 乔丽华 from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Chinese United Associations.各位父老乡亲，海外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大家过年好。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陈军超主任，赵新兴领事，尊敬的美国政要民选官员 Toby N. Stavinsky 是州参议员，他应该会在路上。另外还有州参议员 John Liu 刘纯义先生，还有纽约市市长的代表 Peter Ku 啊，顾亚明先生，还有今天我们这位，这是我们纽约州的众议员 Mr. Ron King is right here， 还有我们那个纽约市市议员 Sandra Ong啊，黄敏仪，尤其是欢迎我们陈军超主任，大家鼓掌欢迎。赵新兴领事，还有我们那个苏汉光主席，曾建秋、曾贤秋秘书长，还有我们那个也是我们联合会的副主席，应该是很快就是我们常务副主席，也是中国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焦胜安会长，张子库主席，刘岸华主席，这个还有我们这位从那个这边上去啊，还有我们啊郑石干主席，郑全才主席啊，啊啊，上海同乡会的沈军主席，很好很好很好。还有这个创意同乡会的那个创意同乡会的沈文主席，他非常好，今天侨领啊很多，非常好。今天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的室外呢寒气袭人，但是呢室内啊温暖如春。在这里啊请允许我啊，因为也有很多美国的一个朋友们，我用中英文给大家来致欢迎词。首先是虎年化作虎年呐、啊，这个哦先是虎年，虎年呐、啊，虎作祥云容旧日，兔协锐气啊展新篇。所以你们不要急啊。一说五年就立刻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欢欢喜喜的过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我们伟大的祖籍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呢胜利的召开的党的二十大啊，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啊，其中呢也有我们海外华人华侨啊这个参与和积极支持的啊，这个有我们的一份啊。所以我们呢伟大的祖籍国就是我们海外华人华侨的永远的坚强后盾。这十年来呀，祖国呢经济高速发展，国运昌盛，国泰民安啊，所以呢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呢与祖国人民心连心手挽手，永远是在一起的。我们美国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会呢是众多的侨团中的其中一个，那么我们呢凝聚在一起啊，就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就啊这个打造了三个平台，一个是春晚，一个是国庆演出，还有一个是侨运会。
啊，其中呢，纽约春晚是年年办，就算是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是用叫做云端春晚的方式啊进行，跟国内的很多的艺术家进行合作啊，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这个平台我们打造它的意义呢，旨在用这个平台呀，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呢，能够在新时代呢展示我们的华侨的风貌，大家团结友爱，互相给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区，积极的响应为祖国的发展、祖籍国的强大啊更加富强啊，去贡献我们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今天呢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啊，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到海外，发扬到美丽的纽约法拉盛。那么在这个平台呢可以反映出呢我们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然后呢这个弘扬中华的优秀的传统，通过我们优美的歌声还有我们美丽的舞姿啊，展示我们海外华侨对祖籍国养育之恩的感激，对中美友好的颂扬，对坚决反对台独啊，祖国期盼统一贡献我们应该华人华侨的力量。同时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要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和维护侨义啊，在这个平台上呢同时也为我们伟大的祖籍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啊。今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啊这个宗旨和意义呢向各位啊再一次的啊能够明确的啊，我在这借此机会啊要感谢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事馆黄平大使啊，总领事馆就是我们温暖的家，对我们海外华人华侨一信任，二鼓劲儿，三送温暖，我们感到啊心坎上啊，感谢陈军超啊主任，谢谢您，赵新兴领事。第二，感谢美国方面的官员政要啊，他们呢也都啊积极支持我们在这个舞台来弘扬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文化呢是这个悠久而且呢是魅力无穷的啊，那么他们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给我们颁奖，等一下还有颁奖的仪式，我们感到非常感动。在此我要代表我们的主办方还有31个社团以及协办方呢对总领事馆的领导，对美国的政要民选官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三我要感谢的呢就是那些辛辛苦苦啊不计较得失，日夜的为今天的晚会操劳，好多细节在这里不就一一了啊，其中啊这里有刘炳华常务副主席啊，黄慧琴啊秘书长啊，这个多了朱艳颖啊，这个都不在一点了 Nancy 宋啊啊 everybody 啊做得非常好啊，那个叫做张宝新啊做得很好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下去，等一下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好 one more minute as a chairman of the FCAA I always say the FCAA actually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stands for the Chinese Federation, the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corporated.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unity of the community, making our community stronger and enhanc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we do whatever we can to make our community better. And we have community leaders here like Mr. Ron Pin from the assembly office and also Sandra Hong. So we are so happy to have all of you here. Particularl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are really showing great concern to all of us, the overseas Chinese. We love you so much. So on behalf of our association,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thank you and welcome everybody to join us this evening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of the New Year, the Year of the Rabbit. So I hope everyone will enjoy the show. Thank you so much. And also, as I mentioned before, we already formed three brand name events. They are, one is the Spring Festival event like this. The second one i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hinese founding. That's the second one, and also the sports. So I hereb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support. 再次感谢大家，祝大家兔年吉祥，突飞猛进，祝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中美友好，祖国早日统一，谢谢大家。 谢谢乔丽华主席精彩的致辞哈，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哈，是的，也非常的温暖，的确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社团的大家长乔丽华主席在各项的我们几个品牌的赛事上活动中啊，都是亲力亲为，带领着我们众多的刚才一点到的这些好朋友们劳苦功高的朋友们，他们在一起众志成城，为我们的华人华侨。 奉献着一台又一台精彩的活动与项目，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军超主任，致辞。有请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军超主任，他真的是非常支持我们社区的活动，在我们的社区活动当中呢，常常能看到他代表我们的祖籍国送上一份祝福，而且我们陈军超主任的发言总是双语特别的儒雅，感谢您，有请。尊敬的乔丽华主席、各位侨领、各位嘉宾、各位同胞，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今天晚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也想首先呢代表黄平总领事对咱们活动的主办方美国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致以诚挚的祝贺。那么我想呢，一直以来咱们联合会积极的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积极的支持中美这个民间的交流。 那么积极支持总领馆的工作，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北方的传统呢，昨天是小年，按照南方的传统呢，今天是小年。那么我也想在此提前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兔年吉祥，万事如意，大展宏图。谢谢。有请，好，还有我们的掌声，请您，有请您。 好的，那么请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来宾，让我们一起用手上的相机、手机记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好，来，有请。现场也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各位民选官员。
It's our honor and pleasure to have our elected officials joining us today. Specifically, we have Mr. Ron Kim, the state assembly member here today with us, and also our lovely and beautiful city council woman, Ms. Sanja Woon, is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谢谢，特别感谢我们纽约州众议员 Ron Kim 先生以及我们纽约市议员 Sandra Ng 女士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不妨呢先拍一张大合影，稍后呢有请两位民选官员颁发嘉奖令。Ron Kim, do you care to say a few words? I actually have a citation that I left. There you go. Congratulations, 谢谢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And Nick Paulo. Are you going to dance tonight, Mr. Ron Kim? Oh, thank you. I'll dance with you, absolutely. He's a great dancer.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好，那同时呢，还有我们巴拉省的市长，我们的民市议员小周黄敏仪女士。晚上好，我是纽约市议员黄敏仪。我真正要谢谢我们的我的乔会长，我们的余会长。你呢，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学到我们中文中国的文化，所以真正谢谢今晚的表演的晚会那现在我有一个参议员Toby 这个表扬状给我们这个 Feder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United Association US， 谢谢大家，谢谢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yeah?请各位落座哈，谢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那谢谢，我们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发言嘉宾，我们的苏文光主席留步哈。其他的，我们的各位贵宾朋友们，请落座，也请您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节目。